有客人来，还有惊喜啊？谁啊？你老公？我老公我都不认识。谁会知道我们家呢？谁会知道我们家呢？牵着我左手，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慢动作重播。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？好友们，巨大的惊喜！好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位呢。我觉得是非常努力的年轻人，他们其实才刚刚高中上下的年纪，但是他们现在在整个的华语音乐界就是非常的受欢迎，因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简单和他们的这才气。 TFBOYS 今天有个笑话，你们看见了吗？说在街上看到了 TFBOYS， 然后我就跟他们吵了起来。后来我们要打架的时候，我轻易躲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。来，宋大姐这儿。你怎么没告诉我你要来呢？因为我们要保密。保密。刚才有三个客人来了、TFBOYS、是真的 TFBOYS 来了、是真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是这样，哪必要我主持一下？说因为昨天晚上丽颖下飞机之后就立刻12点就投身到热烈的排练当中，鞋子啊什么，他们有名字，对，他们有名字，他们的组合叫做三个舞痴、因为他们三个都不会跳舞，所以重点就是他们的努力，好不好？好吗？请坐，因为我们今天是 KTV， 你们要有什么准备吗？哎，他们三个人就这三个人嘛，对不对？三对三嘛。对啊，我们就青春的左手。姐姐，你会喜欢的，非常快乐的一首歌。跟着我左手，右手一个慢动作。右手慢动作重播，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？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，我的勇敢充满电量，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，这世界的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不重要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穿快耍帅换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
特别的表演，掌声欢迎 Ada 蔡少芬带来《潇洒走一回》。童年的那个经历，就这一行里面的那个表现，让他们看见，虽然是很呆的很白痴的，但是我想跟他们说，其实我是一个挺努力的人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就是这种美的模样，美的形象，可能啊、有几位我喜欢，像青霞姐是我喜欢的。今天特别巧合，其实青霞姐跟邓丽君也是非常好的朋友，所以刚才我们俩一起唱这首《在水一方》，我还觉得蛮感慨。你的唇很干，替你想，你这是来泡我，穿的就是礼服。等你以后回去看我们那时候那么傻，这两个小姑娘比我还先见着我杰哥。我们好多年前见过，但是谁也不记得谁了。我们一起录节目，但那时候人家是，人家可火了呢。对，我
我是童星。偶像了。